两个脚趾的非洲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，它被誉为鸟中之王，成年后体重可达300斤以上，下的一枚蛋都在3斤左右。它可食用，可观赏，可作为农村致富的好项目，也可以当宠物来养。非洲鸵鸟抗热耐寒，没有疫情，没有瘟疫，它吃草长肉，利用农村废弃的农作物秸秆就可以喂养